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30号，这是在昆明的人民西路。我揭开一下受到疫情影响之后的复工的情况。勋业综合市场现在是中午时间，看一下餐馆的生意怎么样。这有家小餐馆，生意还不错，都戴着口罩了。这边几家都是关着门的，招聘，等待复工，出租，不做了，出租。转让。这一家还有人在吃饭。小商店也都开门了。稍微大一点的餐馆倒还没什么人吃饭。可能是因为中午吧。这家餐馆直接关门了。这是大部分是卖茶叶的，停着很多车子，估计为了养生喝茶的人倒不少。这是喝茶的人。其他的商店是关门的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